恩泽，刚才你们班的小品当中有提到一个带引号的基督徒，你是吗？那当然不是了。其实圣经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基督徒。没错，耶稣当年给我们的大使命是：你们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所以，真的希望还徘徊在主家门口的人，能够回到主的爱里。那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忍耐班的小朋友献上表演唱《回家》。Thank you.
躺卧在青草地上，灵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各位慕道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唯有耶稣基督能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魂。唯有耶稣基督能指明我们永生的道路。接下来由梁上班献上舞蹈苏醒。只要和睦，无论发
生什么事情都可以过得去。是的，没错，我也觉得和睦真的非常的重要，尤其是看到在一些基督徒家庭当中，每周日呀，夫妻一同来聚会。是啊，这样的家庭可真让人羡慕呢。接下来就有很多对教会里的夫妻一起要用歌声向神献上赞美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夫妻团契大合唱。主耶稣我爱你，凡事谢恩。下面请听夫妻团契合唱主耶稣我爱你，凡事谢恩。
爱情如雅歌书中所记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接下来精彩了，问一下大家，今年有没有认真读圣经？有的能不能举下你们的手啊？哎，没人举手，哎，真没人举手啊？有。所以大家应该也猜到接下来的环节了。接下来就是圣经问答，各位弟兄姊妹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稍等，文泽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年的礼物是什么呀？今年的礼物厉害了，那就是不告诉你。我们掌声有请蔡牧师为我们出题。有请蔡牧师。
旧约新约这么简单，旧约新约我都会了。你不会，你不可以，你上个主日学的。哎，后面啊，这么容易都不会啊？啊，不是吧？哇，我这个牧师就失败了。对啊，啊，你超有力的，哈利路亚。死心之书啊。第一本书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这个小孩子，啊，对啊，红色衣服的，对啊，站起来。啊，第一本叫什么名字？第一本书。好，最后一本呢？思路。思路。啊，中间那一本呢？哈巴古书。啊，也对了，不过哈巴古在前面一点了，叫什么？150的。啊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给他一个啊，很好。圣经第一本《创世纪》，最后一本《启示录》，中间一打开叫《诗篇》。好了，这个很简单。耶稣的起居饮食、生平行动，有几本书写下来了。那只是讲耶稣的起居饮食、生平啊、言行举动、教训有几本？你我一定不叫你的，因为你炒我鱿鱼嘛。有几本书写下来？你只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可以了啊，一个数字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啊，什么人都可以拿。前面的那一本书叫什么？啊，你打错了，你不要打我的奖品了，我没有奖品的哦。启示录，啊，后面那个女的。啊，所以后面啊，这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了，不过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啊，啊，准备举手啊，很快哦，诗篇有多少篇？诗篇有多少篇？这些主权不要给他打，你那个主话你更不要给他打，啊，我叫你刚才听清楚我讲他吧。现在就是我讲到里面了啊、哦！刚才我要将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两个人的名字，谁跟谁在梦中讲？刚才我就讲了，就谁跟谁，你没有听清楚吗？好，我给你打，你站起来，我给你打，给你，要不要打？要掉到我这个吧，那你也知道，会算命，试试吧。好，试一下。路加写了几本书？路加写了《路加福音》，《路加福音》是路加写的。哎，放学了还不讲？真的，还跟着我学门徒训练。路加写了几本书？他讲了，路加写了《路加福音》，谁都不知道那他妈是女人。听清楚啊，什么人都可以答到这个，包括恩宗，恩宗。旧约最后一本书的前面一本书，我一定不会叫你的哦，因为你早上看到我的问题。旧约。你也不要了，你煮饭的不要。旧约最后一本书的前面一本书啊，那位姐妹啊，来来，你就是你了，等等啊，啊，你。啊，对，因为最后那一本是马拉基书，前面那本叫撒加利亚书。对，给他一个点。旧约有几卷，新约有几卷？坐前面那些，我一想就不想啊。好，很好。好了，这么十题最后一题了。这一题呢，你要听清楚哦，你要听清楚哦。啊，没有了，啊，没有了，还有两个。那么最后一题的最后一题了，还有啊，不要紧。听清楚哦，上帝在第七天创造了什么？上帝在第七天创造了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条红线哦，你
你知道我画出来是什么吗？就是问题解答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叫他的。所以上帝在第七天是叫你们来教会的，你知道吗？安息日。好了，接下来那五题比较难的了哈。第一题，保罗，听清楚，保罗是门徒还是使徒？还要解释给我听，为什么？啊，这个祷告没我讲过的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我看见耶稣复活了，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十一个叫使徒，因为他跟过耶稣，也叫门徒，因为他跟过。但是这十一个也叫使徒，因为他看见耶稣基督复活。保罗要讲我是看见过耶稣复活，所以保罗写十二封书信，他要强调他是看过耶稣复活，所以这十二封书信成为我们新约里面最重要的这一个真理。所以答案就是，好了，就给他了。他虽然叫我走，我也不要走。来，给个礼。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，他们要立王了。好，第一位王是扫罗，第二位是谁呀、啊？你要举手了，你浪费我时间。大卫。啊，谁讲？这里。啊，大卫，对，给他。好，第三。怎么了？圣经有一个地方，圣经本来创造，圣经说本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不可以吃肉的，但是呢，后来呢，上帝很清楚的跟谁讲人可以开始吃活着的动物的肉了。好，这个姐妹，对，姐妹你打错了，这个啊不是，还有两条。好，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三个门徒常常在圣经里面记载的，哪三个？你不要说恩光伟雄，还有啊，这个你看哦。好，这个弟兄可以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很好。好，最后一题了啊、哦，是不是最后一个啊？没有礼物了啊？真的，你看，真的厉害，我会啊。最后一题了、哦，哎，最后一题。我自己写都看不清楚。我真的自己写都不知道。想到了哦，我们啊、那些人拜假神，那些肉哦，你最好不要吃。啊，圣经这样讲哦，就是说因为他是假神，所以你最好不要吃他的鸡肉。是记在哪一本书里面？啊，什么人都可以答的。哎，哎，恩光不在，我们叫恩光答。好，但是呢，那边呢有这样解释的，他说呢，什么肉都可以吃，但是祭过的那个祭物的肉呢，你最好不要吃啊。他是这样讲的。好，今天的游戏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明年再见。公子妹，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啊，开心啊！虽然回答了。还想要礼物吗？要。不如你还有礼物。没有了，不过呢，明天我们依然精心准备了礼物在等着大家。为什么明天还有礼物呢？因为明天是中部牧区圣诞聚会啊。那是什么时候呢？在哪里？明天在这里，我们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不见不散哦。 OK， 那明天弟兄姊妹和布道友呢要早点来，要不然前面会没有位置的。接下来柔节之邦为神带来大合唱，圣诞快乐。在节目开始之前稍微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个合唱之前会有一个小小的视频，讲述的是博士们从东方去朝拜耶稣，在他降生的那一刻。下面请欣赏合唱。
圣诞主日。Yeah.
督真正好啊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每年教会啊都会有很多的兄弟姊妹，还有各个团契的年轻人们，准备了各式各样的节目，就是为了在今天来纪念我们的神。是的，没错。而且呢，还有一些家庭和个人也都会踊跃的准备节目献给神呢。是的，下面就由一个大家庭当中的年轻人们为神献上诗歌。庆祝圣诞，全然向你。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至十四节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鞭子看守羊群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孤儿窝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不然有一大队天兵统帅，天使他们等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”现在我们给大家献上两首诗歌，第一首庆祝圣诞，第二首全然向你。Wow.
向神献上赞美，在宇宙中有个宝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
亲戚啊，都为你开心啊！你看咱们亲戚哪个大学一毕业就
究竟大姐呢？这不是端庄耀祖吗？耀祖耀什么祖啊？我们已经被炒了。什么？被炒了？哎呦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我辛辛苦苦的把你扯大，就怕你出人头地。你倒好，天天抱着不是电脑就是手机，早跟你说靠着这些成不了大事啊！这下子被炒了，我怎么跟你的亲戚去解释啊？我的脸往哪儿搁啊？我跟你说好了，可不要跟你姑姑的二女儿一样，天天不工作，只知道在家里。花了大半的功力，岂能说给就给啊？那好，
这个价我买的。你看这个数。20，太好了。20，当卖废品呢？20000，刷台现金。啊，这么多，我身上可是有500呀。那好吧，500就500吧。相见算我们有缘，就当做个赔本买卖吧。道士拿了钱，洋洋得意的走了。傻子。跟头蹭破了点皮，结果给我开出演奏受伤，还花了500块钱，弄得像半个残废似的。明明是你抓的我，怎么还恶意先告状啊？我有黄符在手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看招，看招呀，怎么没用呢？看什么看？我看是脑子出了点问题。每个人，每个人拿张黄纸。只不过找个好工作需要点时间罢了。
哎呀，你呀、啊，你现在就开始嫌我烦了，那以后怎么办啊？你看，你就是不放点心思上去啊！这都好几天了，要是今天还是找不到工作，就别想回家了。人生失去了方向，天天泡在酒吧里，除了喝酒就是喝酒，晚上在门口吐了就睡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当然有人啦，你每次来的都比鸡叫的还早。哎，你天天来心里边是不是有事儿啊？别废话，赶紧给我来瓶啤酒。这那个谁拿瓶酒过来。哎，来了。来，客人，你的酒。老板，我已经把门口吐的搓过了，哇，还喷了点香水。这里啊，就交给我吧。做的不错，这个月的薪水会多给你一些的。你先去忙吧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再来一箱。哎，你确定吗？你每天晚上都喝这么多酒，到了晚上吐我们店门口满满的。哇，你还是少喝点吧。这什么不太多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呀。来，我劝你别说话，免得我不想投诉你啊。好好好，我闭嘴，那你就慢慢喝吧。到了中午，喂，你干什么呀？哎，请不好要你管啊，真的很烦哎，别的地方喝酒。哎，什么？等等，你喝了这么多酒还没付钱呢，一共999块，你要刷卡还是现金呢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拿石头来忽悠我，都是傻子吗？对呀、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干什么？这个人喝了这么多酒，竟然还想跑，竟然敢给我吃霸王餐，来人，给我往死里打！春妮醒了之后，就来到医院的楼顶，决定跳楼自杀。生与死就在一线之间，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。只要跳下去，我就可以解脱了。孩子，不要跳！不，我要跳。我活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你活着还是有意义的。去个地方啊？什么？你肯定是个骗子，不要再拦我了。如果我骗了你，我就让你回来的时候就让你跳。那好吧。到了教堂，牧师，我带来了个新朋友。孩子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请跟我来。牧师带春妮来到一个小组里，有一些和她一样大的孩子们正在聚会，他们正在分享他们的经历，发现很多人的经历和她差不多，有一些甚至比她更惨，可是大家都很喜乐。你们为什么那么惨，还笑嘻嘻的？难道你们没有想过要自杀吗？为了赐我生命，赐我活下去的力量，如今我要活着，为了荣耀他。
孩子，他就是耶稣。我们原本都是有罪的，但他卑微地来到了这个世界，战胜了死亡，给我们带来了盼望。他医治了每一份受伤的心灵，你只要接受他，他就会住在你里面，他会原谅你的一切过犯。你愿意相信他吗？听起来还是有点小厉害的嘛。虽然我还不够认识他，但是我愿意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掌声有请。
位弟兄姐妹，爱是恒久而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爱是永不止息，圣经中如此描述爱，让人印象意外深刻。最深刻的爱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洗净了我们的罪。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他的爱可以塑造一个全新的你，只要你愿意。接下来由主日学为神献上舞蹈深刻的爱。
从今天开始，一直到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，阿门。